这位贵宾，您得到的服务是芒果冰喂食。天哪，我们不是在动物园都说不要随便喂食吗？为什么粉丝会都要有喂食这个环节呢？哦，조금드시겠습니까？많이드시겠습니까？你要吃大一口还是吃小一口呢？小口好了。小口啦，不然到时候这个失态了。那你要芒果多一点还是冰多一点？芒果。芒果，就一颗。那也太小了吧！他给我拿一个菜味啦，那个切剩的边角。啊，这个可以。Oh my god！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。Yeah！ 这一口有没有不太一样的感觉？在你人生吃过芒果冰的，很好吃哦。看着它啦，很好吃，谢谢。哦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로마음을표현해달라고해주세요。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。用歌曲来就表达一下那个好吃的那个，可能他就是要听你唱嘛。台语歌你听得懂吗？不好意思，因为他说他唱得太好，他觉得他唱会唱不过明浩欧巴，对，所以他决定来一段 rap。그러면혹시 say yes 를아시냐고？知道 say yes 吗？不好意思啦，因为他真的太紧张了，因为他刚刚吃那个冰，现在肚子有点痛。加上他那个来，好了 ，sorry，sorry， okay, okay, okay. 好，我们 take a picture， 来 ，take a picture， 做个纪念，耶、yeah, ，哇，开心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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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